现在到本世纪中叶，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，30年，啊，你们10岁、40岁，国家栋梁啊，将来。这一代呢，应该说是民族的自豪感，荣誉感是最强的一代，因为你们生长生活过来，看到的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茁壮成长吧。